阿哥，你爱困爱困哦。就是什么？小公安啦。红红的，你也袂买着呐？哦，安尼免收伊五百，免收，可能做小费啦。来来来，两包的钱。不用收了啦，红的啦。不用收了。啊，你收两百嘛，对吗？你包伊啊，加红的啊，那五百。以后你乖了，目睛还光起来。来，包住啊！哎呀呀！哎，那太阳哎！哎，那那。来，边端五百了。你也不敢讲。冷皮啊，五百。我说真的，现在米糕超贵。啊，欠欠未欠到久啊？乖婆，我赶快了钱卖你，卖这次买来，钱莫变啊。我去休息。你外口买冷皮啊，绝对要五百块啊！关系你五百块多物件人买，啊，我就卖两下，算买两下，伊哥拢给我啦，我卖卖五百啦，我嘛无起价啦，真正起价来两件五百啦，伊哥搁还者，来啦，拢我来啦，这一刀卖卖啦，好，我刚刚这边我等一下马上分，帅哥搞卖对不？我要让你们每个人哦，今年都干贝樱花虾米都可以过年。这番年后来，对我已经停止收获，为什么？米哥是其中的原因之一，提成过贵啦。我们的年货我们几乎都没赚钱，还有一个气味，直接搞艺术的，都他们。樱花干贝樱花虾，我不会我吧？几斤八几斤啊？这样买几斤？来三百块我。来老弟啊，这样。这两餐是我那请八人的了，八十块人而已哦，来三百块来。樱花一干贝樱花虾米糕，八位而已，我这里一位，加这一位三个，来三八，五百人呀，五万哦，安我去熬啊，来找钱哦。好啊，我无可能摕一块给恁哦，真正起价啊，安尼是了钱啊，头先你摕石头讲家己的卡下两块三八了，我去啊，新年快乐了。几家水有小水果价，而且它分量有够，分量有够，一家回来价拢有够。来三百块，好请大哥，大哥好，总是默默的支持我。来红一个干贝花虾米糕，快点，快点，哎呀，花煮啦，哎，这只卡好好，这个花叶子，哦，要花海啦，红比较好啦哈。来三百，来大哥来，赶快，没有了，最后一个樱花虾，来小姐要赶快。真锁就好了，真的就好了，这已经锁了。来，谁到？谁没拿到？这几天我被老邓还借啊，我桂林我都是不讲究，一个外号走了。谢谢。阿里家，来。那鱼也好啊。哦，鱼也好啊，桂鱼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哦，桂鱼好了，好。桂鱼。来，阿千什么呀？千张海鲜饼来。千张海鲜饼，阿回去上公没讲回去。来桂桃，桂桃对两份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叫你买两份，我又忘记了。珍珠肉哈，来店里来，桂一把来，来桂一把来，小姐来，阿姐都会来，谢谢哈，来，阿妹姐小姑娘来，阿妹黑更要，好。狮子头，狮子头，狮子头不错哦，啊，桂一把好啦，来桂一把好啦。看起来，变咧，要走个啦。旁边看，旁边行啦。你嘛好，你个帅哥讲，讲桂鱼讲好啦，当放车。你嘛好，再来五百号伊嘛。来，做别人家，等我第四下，我桂鱼先分分咧哈。来，桂鱼刚才谁买的？自由嘛。然后先自由。小姐要买对不对？呀。金刚吧，有吹掉吧？来，谢谢。来，大哥，谢谢。来，桂鱼跟两个人过来。大哥来，感谢小姐来，谢谢小姐。小姐，我让这不是你赚的，也不是你赚的。来，千张蟹味海鲜饼这一个单几点钱敢多给吹出来呢？请价喝起来哈，号称八国子最好吃的小饼，来两百块我来，一个人三三袋吼，别百百，你买两百，七袋哦，七袋够哦，你三百哦，来两百块都。这一块再请你们吃，接力接非常好吃，来两半块的，哇，比较不怪出来，有没有？嗯，是啊。来一半块来，可以去加，一半块海鲜煎饼来一百块，一半块来，哦，八价贵，我你买一半块，两块的八二来面，来一块够我哩啦，广告广告哪还两块一半票就对了，再三条，来一半块来，一百块来，千张海鲜煎饼来一半块来，来一个三块哈。
弄手机啊，个手机啊，伊也知我袂弄到好吃的物件。来，100块啦，一个人拿3包啊。真的好吃。来，100块了，千张海鲜饼。来，100块来，进来进来。100了，100块来，还不关，在你海哪位？来，100块，100块，你怀疑哪位？你差点200几块卖180，你怀疑哪位？啊，不然你，那真的。这个呀，哦，真心来100了，100块了，不花钱还进贡啊？好，不要出去收两块了哈，来100块都花了啊，都拿到了哈，那我要收起来喽。海鲜煎饼来，大哥来，多来一份，要喝酱，真的好吃。来，姐姐来，那你小心你的手，不要太用力。二来。还没讲秋哥啊，欧一记来，哦，全猪肉来了。秋哥啊，卖卖1000啊，这样就火爆风，卖个火爆会不会啊？会的火爆来，就看火爆风，动作快，动作。来，先买蛋糕吧。完蛋都没讲秋哥俩呀，来，桃姐来，火爆风来，两个来，大哥来，谢谢，喝两个俩啊，好来，干不起来。来，大哥，来旁边大哥。真的很漂亮，今天的小姐超漂亮。二来，阿妹吃姜丝吧，来。还有公妈妈，我一记1000块来着，一口吃呀，真的好吃啊！哎，想要吃，卖五花几包，订蛋钱。这人寄大寄袂，我也袂作秀。来1000多，1000块，一口吃，一包350，2包700，3包1000，有没有吃？我一记1000多。那你加够康散啦，来去包个去，1000多，1000块，你去包一个没有没有啊？1000多，好了，去上去包么？嗯，都没人买金钱，我上这套意思。你外口拢无咧买一口吃的，你唔要行情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听你哦。来，接着咧，1000多，1000块。袂人有先你，我着收来。一口，你讲日文，看你有先你，我再来拼。来，要食咸猪排200块来，前猪肉200块。咸猪啦。开成阿大个，钱哦，你客气，我你客气。两分钱要擦家己个目睭，为啥物要想袂开？你看到啥物不应该看的？今日爱对比金的都无礼貌。来，咸猪肉200块哈，真的好吃啊，可以拜拜哦。来，大哥，两分要落做伙无？好，来今日减几万两百块。这今年给不阿少个啊，叫后边来，阿哥来，两个人。后面喝，后面来，我最喜欢后面的。哦，后面两个啊，好，后面两个加11个的摆不定啊，后面各两个。来1000的，来。我后面两个哦，客人买咸鸡吧，爱讲几句的啦，你后面两个嘞，你对一个就找无人通收我搁两个。你来，我遐喵啊，老清官，对啊。我来啦，跟你开玩笑的哈。来咸鸡吧，三百几条，前面端上来包着，还袂记着先帮人啊，帮下收哈。你慢收哦。记着先帮人。就就先先好啦。老板，来，这有块钱耶。阿妹，内拢结水哦。还拢关掉嘞？拢关掉嘞？有啊哈，好，安尼爽，结束这个会了，来给掌声鼓励。耶！哎，从今天70块上面搞咩咩，来70块，加币吧，70块，我做下来。好，阿哥干杯呀！我等你300的300块兄弟，你点咩？蟹啊有啊来，啊蟹啊几蟹啊好不好？蟹几蟹啊？不错，等下你等我啦，这样你问一下，麦啊坐等我一下，好不？我以后要搞阿兄兄，搁伊伫问问题。来蛤蟆免100啊，拄只无买着蛤蟆，搁100。来50，50，免50，较济人买来20块我来，20块来，我知，我今天处理好伊个得啦。来，今日20块来，大家都可以买蛤蟆哦，赶快哦。要吃蛤蟆的立蛋壳，立蛋壳，有够差，讲20块，啊，就是买袂好少，大哥几分？好，了解。来20块拢完哦，来二十，拢准备了哈，20块，我再来你找下，是，你找，我，两个你拢无找。
电话包。来，有要吃金光麦来三百块，会剩只了？没有了。现在管路涨得要命哦。来三人，来四盒。来300块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提给。我马上请人来提给，我是要变好相的。来三百路，来一片多一个。来三百路。我听下三百，今年已经买无少介绍，再去可能买无了。来一千块。阿姨，我后边进五百。有，谢谢。六片后哩，来三百好，歹势，真欠无彩条，袂安尼啊。这边呢，经理在搞朋友呢，来300块来，最后三个客人呢，这款都没有拿到的跟我讲，你光马龙花两位，我来这边来，看那大哥徒弟鸟来，啊大哥来，你光马卖修卖修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贵的啊，这两个，来上坡看到，客气不看到啥？这客气不看到啦，这人啊来摸摸啊摸啊摸啊，哎，慢了一步，明天还有。今暗参加露营，明仔载就买对吧？明仔载去偷地人去。来，要吃柠檬鸡腿排，不啰嗦了，这有餐厅的味道。200块来的，200块来。我那差两份，两份，这个两份。来200路，两份。差地四地来，来五地来，六地来，一个姐来，七地来，八地来，规期九地来，规期安尼啦，十地可以啦。来500的。有要吃柠檬鸡腿排，进来来，200块。200块来，来，两分，管两分啊！来，要吃海白虾的动作快啊！我放我上。1、2、3、4，都缴完了，都缴完了。6、7，900哈。8、9、10，金箔。9个，再翻给我。来，柠檬鸡腿上旁边就爱讲话，爱讲话。是。好来，200块来。好18个客人，这样清楚，够清楚了吗？够清楚。18个客人。阿爸，让我们走。来，二。我要对你两个呀。来，这样。来，我叫我你们两个，我无两个呀。来，2张500。好，是好，来，来，谢谢。好，放着就好了，放着就好了。八。你先放着，等一下我再看。来，罗安。来，1、2、3、4。太厉害了，7、8，好紧张啊！来，200，今日上没挂掉，这人没挂掉啊！墨汁，慢慢啊，来，把今日剩好掉，剩好掉，大家拢快掉，哦，都拿得到，拿到，我这里还有300箱，你们玩到铁皮筋，我这个沙发不行，剩288箱呢，还没着急，来5、10。好因为嘛不用完了，没到了。来60，来80，来10只，孙子老师还没有骨头喽，这不骨头，春季休养了，隔壁就都过来了。来，飞机高机了，小机了啊！来，最后两个人给两粒蜂蜜来，好啦，你卖收啊，好啦，走。莫名其妙休息的，毕竟没东西，他总是。莫名其妙的心情。好，阿基，来，全世界剩一个尔无啊。柠檬鸡腿排结束这个没有，来宾掌声鼓励。耶！我阿伯仔啊，你叫我卖俾我。这样给，我开机呢。来，先帮你看一下，好水无？这是头前去搬遐的先动，哦，你来看一下。在这里。哦，天天就像安尼，哦，天天就像安尼，啊，真过年吼。
安尼咱会，阮会足高个。哦，啊，我袂开起来。哦，拜拜吼。咱是了钱个，是比这个话比较上个上济个呢。但是安尼哦，速度较紧啊，大家较欢喜啦。来一客免五百四百，买一客来300块来。好，咱等。咱切安尼好不好？大家买两件。就在这边吃，这边吃。大吃无钱，家己也无意思啦。小吃甜个好吃，安尼较有意义啦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耶、yeah. ！来，有要吃的两客总来600，要来500块来，500块来。500块。海白的吼，野生的白的吼，一只甜的，来500块。安尼两客活动啊！我不爱钱啦，一盒900克，2盒3斤重啊，来500块都，2斤500就上少啊，才3斤啊。来500块来，但是要一份哦，还是要1000，也可以哦。我们的虾子真的很甜，有买过就知道了。来500块来，拍摄拍摄，这真正一客卖你300啦，我是都袂爱卖500，因为我嘛无趁钱。啊，不过安尼卖较紧，我无我咧卖啊济，唔知卖到几只。来500块两客啊，一客啊，1800个哦，1盒900个，2盒就是3斤重哦，来卖你500尔。来500个买到了吗？台北的500，还袂买到烈酒，啊不好意思，吃不完的买一客来300都。真的啦，我无卖300块吼，头家会骂啦。啊，人两客卖500，头家会搁扣啦，我紧来紧来买。拼量。人就是安尼。来啦，啊要吃狮子头，不好意思，我跟帅哥等下不。狮子头搁偌济啊？我第一个有诶。狮子头。一人一份啦。一人一份，得了，卖300，你要我200，100块我来，100块，红烧狮子头来，等于哦，你甲过一下油的，啊，无你啊卤白菜卤足好食哦，来，要食狮子头，100块，再多一点人买，哦，再多一点人买，来，黑片头我来，来500的，黑大毛哦，嗯。欸、我知，这前后我会分好出来。干杯！来，今日100几个买？要吃干杯啊！100块九个。九个。快讲啊，快较紧的啊！这两包就10斤啊！这两包10斤多，你有存几杯呢？杯刮刮的。哦，等下几杯我都无买啊！我一个看我来，几杯买就无啊！来，吃一个，来最后一个。小姐有没有买？100块给我。好吃。煮火锅也可以，用炒的也可以，煮汤也可以，100块而已，3颗的呢，5颗。来，最后一个人给，这两包10斤卖你12个，有够俗啊哈！一包无爱卖啊，拢五零啊，这3包拢五零啊。来，100块最后一个，一个人都1斤多了哦，1斤多哦，不是1斤哦，都有人哦，狮子头、哦，今年还卖卖100块出一个啦。来，300块钱。好了，谢谢了，包，来，黑哥来。对啊，我头卖2000块，你拢看到，我那感觉2000块我都，真正做大只。你吼，我唔敢甲你收出济，因为伊大礼拜来拢搞我两支杯，感谢你。好看，我包出2包啊，我包出2包，你看我看，因为真正做大杯，你赚着，我无赚，然后你赚着，来，来要食虾仁200块来，手工虾卷200块来，赶快哦。没有很多哦，吼，来300几箱俩，又没吃嘞，今年来200多。有啊，好像无咸鱼，你要倒卡啊，请卡。来，有要吃，下今年来今年200块，200块虾卷200。你忙哪位啊？今年要忙不忙啊？今年要慢慢忙来。来，虾卷200块买到了哦。来，我提予你来。收工的下今，来200块来，走了哦。来4条。来8条，真正好食，这个叫正秋干的。来12条，大嘞，搁一个来16条，伊来200块左右，手工虾卷来200块来，200块来8条，12条200够少呀，来这4条搁16条，来200块来手工虾卷卖较紧的啊，莫搁想啊，8条，来12条，来16条，来下间买200动作快啊。全部盖章啊！来，手工虾卷200，没有拿到的要跟我讲哦。来4条，来8条，来12，来给13，来啦！哦吼，来了，叫3、4个客人，3、4个人在帮忙，你得爱家己一个做两个动作。啊，有3批，有4批的，啊，你得爱一个做两个动作啊。
来来来来。